接下来呢，我们补一下这个杠杆的一个意义。那么在上节课我们讲太极拳的俯之则弥深，仰之则弥高的时候呢，好多朋友不明白杠杆，所以说大家只要是稍微的练过摔跤啊，练过相似的武术，你就很清晰的能够明白杠杆的意思。这就是为什么说过去的老前辈拳加跤啊艺更高，武术加摔跤神鬼都难逃。而形意拳、太极拳、八卦掌所讲的整劲儿，就是这样一种通过胳膊肘定位啊，胳膊肘定位把你整个身体的力量加成的一种方式。上节课我们讲了仰之则弥高，俯之则弥深。那么我们再复习一下，当我们两个人在手和手接触的情况下，那么俯啊，咱们先说俯，俯比较简单，俯之则弥低。弥深是利用杠杆，我身体俯的越多，我这个肘只要定位住，身体往下俯的越多，那么把对方翘起来的位置就越多啊，它是这样一个杠杆的力量，利用你整个身体发劲把对方扑出去。实际上是相当于什么呢？当对方就是这种状态下，这种状态下撑好，啊，这种状态下撑好，就相当于我整个人往前走，我的状态是好，这个力量很大的。这种力量要比你整个单手去打的力量，这样对方两个手都能撑住啊，对不对？但是我们如果转体，用整个体重的力量，这个力量是很大的，哎，所以我们要灵活调动体重的力量。这是俯，是杠杆，仰呢也是一样。当对方对这样拉紧了，拉紧了，对这个样子，当对方拉紧了，那么我们很难把对方拽回来。他我往这儿拉你，我往这儿拉你，我往这个方向拉你，就你朝那儿往后退一点，你很难把对方拉过来。但是呢，随着你身体往上移。往上一仰，这个劲儿发能把这个劲儿带着拔了根儿啊！当然，在实际的搏斗中不会出现这种情况。我们说过，那么后援桩主要是针对两手接触，当我们两个人是在打空后部的，这个时候开始施俯，把对方推出去，让把对方的肩带打开，是这样的一种打击的方法。